丁子朗和郭柏然这日一起出席一个足球活动，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2最后十强名单已经诞生，丁丁和 Rosita 都各自有提名，丁丁还说对 Rosita 信心十足添啊。我当然是帮千千拉票啦，因为她有这个 fair 进步女艺员啦，女配角啦，女角色啦，不得了，今年真的啱晒喎，真的有提喎，提名真的不得了，已经觉得她一赢硬咁滞啦。哇，咁大顶冇笠落嚟嘅，喂，唔系啊，咁我觉得我自己就即系今年真系好开心，真系好有好多机会啦，同埋出咗几个剧集啦，咁我自己都好希望即系我同你嘅下流相即系仲有机会攞最佳剧集嘅，系啦，冇错。丁丁同 Rosita 喺下流上车族中饰演 CP， 佢哋剧中小情侣角色深受网民喜爱，嚟紧佢哋又会喺新剧再演一对，呢次嘅合作两人都觉得同之前好唔同啊。嚟緊套戲咧，我哋就都係有啲感情瓜葛啦。咁但係真係同上次下流上車族嘅關係又唔同啦。上次因為輕鬆家庭温情片，咁就好順理成章嘅，咁就一齊咗一齊咗啦。咁但係今次咧就因為嘅劇情比較緊張啲啊，同埋係啲劇情片，咁所以咧我哋嘅關係又會再緊張咗，即係會好多矛盾啊、衝突咁樣咯。係，同埋呢一個劇就係我第一次真係咁樣做警察啦，咁就會有啲警察的打氣啦，冇錯。跟住我就覺得大家全部都非常之犀利，我要向大家學習下，因為我哋上咗幾開始上呢個係咪武指嘅堂？動作班。係啦，動作班咁樣咯。咁我就好努力咁樣學呢一個揸槍啦，同埋冇錯，就係咁。